仙人。嗯，一定。对了，那有空的话过来喝喝茶。这语气可不太适合你。等到了合适的时候，我自然会带着好茶。那么，风筝。不，我会为你们解释的。是的，辛苦了。这年头，这位钟离仙，不过这次旅途里跟钟离闲聊的东西还远远不……他好像也能接上离月人最爱……哎呀，还精巧的玩意儿，我在离月做了……没错，这是……至于敬献炎神的啊，黄金屋，这个名字我……这只风筝的雷纹，旋回感把握得很好。这尽现智慧的草叶纹路，水面般平衡的正义。那么阿山婆，我就先把这些预定的货取走了。余款的话，我来付吧。是公子。只是钟离先生还是老样子，付账或者喊人付账的时候从来不看价格也不看荷包。不过话说回来，他其实既或者换句话说，只是根本不能想象一个没有钱的自己。真是绝了，公子先生还是这么爱开玩笑。送仙鼎仪需要物资，也把这个钱袋拿去。我不说你，来晚一步，哼，下次。皇宫冒险去身。这活也不算难，有失我候补冒险家的很公道的价格。交易愉快。这钱实在是太强悍，还是不凡了。去玉京台做一天。哇，这个拯救蒙德的英雄。英雄没听说过没关系，摩拉总听说过吧，我全额付。哼，有这么些摩拉。冒险者要来打一把吗？说说看，你们要我想想，玉京台那边还去？没问题，跑一趟只收20000抹拉，如何？好，成交。就这点儿，那就没办法了。公子，不去不去，他要帮你报销，那也不去。本来跑一趟腿的，这样吧，我们一码归一码，你剩的这些钱我都先收了，给我一朵清心。看来
换岗了，我还是在医院开一下门面吧。贵客一位。真是奇幸在你。接来之事，什么消息？你知道他想要什么吗？塞蒙德，愚人中的女士。好了好了，真是的，我们这是怎么了？刚才的气氛。接下来，为了永生乡，我们要去一趟布卜卢。你们怎么了？绝对感受到了非常可怕的杀气。咱们躲上。
欢迎光临。嗯，你们刚才似乎是柜台那边。这当归，当归，哎，是回不来了。原来在这儿，还没有柜台高。喂，我是飞着的，所以身高不重要了。话说回来，他看上去是不是？莫非是？欢迎光临布布炉。七七已经死过一次，在蒙德这种事就完全无法想象。这位小朋友，敢问？请问，这买勇士有药方的话，七七可以帮忙抓药。僵尸行动需要敕令，七七小朋友，我们可以哦。哎，怎么突然？但是。店员给顾客帮忙，无妨。那请你们到天恒山永归中基帮我狩猎。也不是的，他刚归中基是远古仙人在天恒山上位置，坐落在天钟离先生这也并非完全如此吧。叶阳是哎，就是先长什么样子不知道。罢了，先去。叶阳，下的造物，可是这现在是操纵不了的。居然，怪毕竟历经了千年的风霜，再是仙家机关，也很难维持。那我们可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我想想，若没猜错，有了战备室里储存的材料。这么说，略知一二，只要收集了足够的材料。战备室会在哪里呢？Hey!